뭔가 봐라. 불러 뿌려 뭔가 봐. 来不及了。也太假、啊！我练我练。哦，这个肌肉好壮。来了。哎，我们这个小黑很壮啊，小黑啊。小黑啊。
啊，他一锅小。当然啊，但是年轻好不好？就跟志宏老师差不多。跟谁呀？志宏老师啊，六七六八的。你那个境界，已经不到认识你了。哎，招的很漂亮哎！喂，哪有？你怎么？他都是律师。律师都不聪明。关键是嘛，功力太高。他都是喜欢去哪边装的。他也能够体会那个钱过于高过往的时候，因为过那个时候瓶颈，那个点是最好的。就是啊。我打很苦的，那没办法，学生都是，我们是很好的，他自己比赛一直搓，一直搓，一直搓。我上次笑他，就是哎，他说教是一回事，自己做的是另外一回事。因为抓速度也要有。哎，我就是，我都是看用啊，后面是速度，一拍子没有拿起来。我可以，一拍子他慢了，你出手都慢了，我跟你打球，我也不太习惯。球很慢，每一个球都很被动。啊，我很认真做球给你，你又不杀，你会拉长球。那、啊、你又要打防守，那、啊、你如果真的要打防守，你要打防守的话就不用做球。哎，第一个球就起高了，无所谓了，不用那么费心了、啊。起了球又做了球，又我要在前面蹲老半天，你又把球拉了，啊、我又连退的机会都没有。那、啊、如果要打防守，拉不上好防守的打。哎呦，打防守第一个球就好挑了，那你还那两个人暂停就好了，根本就不用做球啊。因为做了老半天，你还是拉长嘛，也没用。这可以，这习惯你。怎么又没打到球？啊！啊！啊！这次。难免啊。